你把那个规格给我好不好？这铁轮的尺寸啊，那个孔径啊，要加上的孔径啊，赶快给我，赶快下去做。好，你再拿一个盒子，等下再震。 你的手刚做过车子，那我拿这个手，这个很累。就把两种材料，客人要嘛，对不对？对。